人家都谈什么恋爱，找什么男朋友，跟你有关系吗？怎么跟我没关系？上回要不是我挺身而出，他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。老板，啊，叔叔教育你两句啊。你现阶段最主要的任务不是保护盼盼吗？如果你们俩，你们俩，啊，也不是没可能的。啊，你现在眼睛老盯着嘟嘟，你这是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不是我警告你，你不许给那个左飞，给他可乘之机。林桑啊，林桑，孩子们的情感能不能让他们自己做主啊？咱们大人就别掺和了。能做到无为而治吗？能。哎，那个，趁热呀，把这个。哎，不行，等，你做的，好吃的，我看看。我妈要生气了，你呀，先吃萝卜，不然操心。